你们不觉得刚刚那个天降有点扯吗？看我这么用心讲解，就是不想 NG 啊！操，哎，傻眼。不败之地啊，前提是不能遇到这种，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一开始那个轮回嘛，那个大圣一样啊，他不是到一个阶段打你就是你就挡不住了吗？就像那个大圣一样啊，水珠不能消，我看一下。今天有要开20吗？本来是要开啦，但是现在不开了，因为我要开这个，明天再开吧。12.1中文版，神经病！我还跟你一天开两次，我开一次而已啊。今天提早开，如果你想要多看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去百姓台啊，百姓应该会开到明天早上啊。没福外有机会过吗？同学，我自己都还没过啊。反击100%，还是这边慢慢打。还是这边慢慢打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慢慢打。开那个达尔文好了，哎，直接打死了，奇怪。我没有消费他，好不好？我是叫你们去看他台。不好的人，我连叫你们去都不会叫你们去啊，连提都不会提到啊。啊，这边稍微洗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有福爱爽喜，嗯哼，等一下。哎，这次洗的不错啊！我们这个达尔文已经跳起来了。
下一关莱昂内尔这个直接开达尔文哦，一定要把达尔文洗出来哦，这个很危险。那我这边我觉得达尔文可以开啊，水火木光暗都要转到，没有光。哦，这是很可怕。下一关哈，图集5900，不过我没有队伍里面有个光的，所以它是暗的嘛，所以虚影特性的关系，所以会高一点，可能会到6000-7000哈，8300对，8300。那这边的话，先把左边这只干掉哦，啊，记得不要打太快，不要天降太多啊，我们要在这边稍微洗一下，稍微洗一下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子转个6C 应该差不多哈。稍微洗一下，达尔文要洗出来哦，达尔文要洗出来。他打多少？哦，他每回合打哦，因为他其实打得不痛，是我们这队这个火这个什么，我们这队的这个木队员太多哈。像这个虚影特性的关系哈，所以我们被打就会比较痛一点。嗯，然后最后一关哈 ，CD 二进场直接大力打哈，这个达尔文应该剩下 CD 一，达尔文应该剩下 CD 一，没错，达尔文剩 CD 一，伽利略打开，伽利略打开。没意外的话，一波带走。好，抱歉，抱歉。有点痒。过去，过去。好，过了。好，来到王冠，来到王冠。啊，意外之所以叫做意外，就是你预料不到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推测是很合理的。好，进场这个王冠哈，他会把你星珠引爆，然后红绿灯什么唧唧歪歪的，然后把你这个龙科弄掉哈，然后他又要手消全星，所以我们直接开这个。好，那这个还在嘛？对，这个直接开下去。好，红绿灯转好，星珠手消。好。手消全心，好，来到第二条血哈。第二条血的话，它四回合不能攻击哈，然后不能手消光，哦，不能手消光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就，哦，等一下，我操，这个是要怎么打？我操，这个是怎么打？他会反击吗？反击100%，反击100%，我这样子会死吗？我看一下啊，开这个，好。哦，不会不会，没事没事，他不会打我。哦，那这样子我就安心许多了，这边就是洗四回合，这边洗四回合，中间不会打你哈，中间不会打你。好，好了，这边不要手消光哈，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打开。
因为最后一关哦，他会整版围城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留一下这个达尔文在最后一关啊。这边其实我觉得可以先开个这个。好，这么痒，这回合一定要打死他，这回合一定要打死他。开个龙科好了，开个龙科，不然打不死。这个这么硬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会打我吗？他会打我吗？算了，再赌一次好了。他会打我会打我啊，应该要开龙科的，好，算了算了，先吃一颗过好了，先吃一颗过。刚刚应该直接开龙科的啦，刚刚想说他会不会就是不会打我，算了算了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过了吧，开个龙科比较保险，开个龙科比较保险。第一次打，第一次打哦，别这样子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现在知道了。好，这样应该就过了吧？这个打多少？血量213。213，总共打多少？16亿耶！16亿耶！OK， 这对啦，这对我觉得主要是第二关啦，第二关可能要压龙科，第二关压龙科，然后王冠爆发全开这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子会比较好。